过了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再来这个详细的看一下这个文章。这个叫做我是苗栗人，我支持邮政好了，当然不是我写的，就是今天主要当然是我们现在全站起跑，那这一次的全站我们把它定调成回亭转苗栗，也是我们的口号，转就是客家话的转了，回家的意思，也是翻转的意思，所以这一次很重要，就是说希望能够让外地的苗栗人，因为苗栗有很多年轻人在外面念书工作，那我们希望这一次可以大家成为是改变苗栗的生力军，然后一起回到苗栗。所以今天到高雄，昨天在台中，那明后天呢，我们在新竹跟台北都会办这种招募的说明会，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来主要的目的。就是法定的那个政治现金的这个专户开设的时间，那我们就会开设我们政治现金的专户，之后希望小额捐款的方式，希望所有的乡亲也好，全国的人民如果支持我们这样选战的话，可以以小额捐款的方式来支持。有预期这场选战大概会花多少钱吗？但目前我们最基本的办公室的设置和未来要发文宣的这样的数量，大概会花到400万左右这样的经费。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任何一笔的政治献金的款项。